细细个就好中意演戏，依家可以将兴趣变成工作，又有角色发挥，真系好似发明一样。妈咪，你搵唔到我嚟？你吓死妈咪，乜你去咗边啊？哦，咁嚟玩下就当系面试噶啦。玩都可以系一种学习嚟噶，我想系以有个开心嘅童年啊。想实现演艺梦想，就要先行出第一步，立即报名参加2017艺员训练班。唔想怀才不遇，就要把握机会。星期五截止啦！